好，再开始。好。怎么念？老家的区。老家的岛，或者是地名呢？欸、不是那个贵，那不是吗？你们的那个吗？老家的，老家的。这是我爸爸那边的名字。老干的是爸爸的名，那个是家族名。对呀、啊，老干的是家族名嘛。姐姐，哪里？台湾。耶，老干的贵家族吗？嗯。你们是那个家族的，你不是卢凯的吗？不是。台湾哦。因为他们妈是台湾人，所以这个名字。我们另外一个叫 Darula， Darula 他才跟我们一样。哦，后来呢？他后来是那个嘛，我们那个安平的，不是叶宗勇，是谢娜慧。我喜欢了，我让你讲，你要不要吃？哇，好哥，哎不是，好妹，经典呢，真的冠军，真的不错。哇，好漂亮哎！对啊。會这是你的名字吗？对啊，绰号。啊，绰号。怎么念的、啊？金诺吧。不是本名哦。不是。哎、欸，漂亮。可是名字不能说错。有点破坏画面呢，这个金诺吧。因为绰号我就不知道。对啊，有点破坏画面。是、哎。没关系，人家是第一件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很好的哦，很不错嘞，很有设计。不错，好，我们那个木雕班已经要开了，木雕老师木雕班要开班了。哇，这怎么念？是太巴朗，太巴朗的班号。是住校吗？他是我的大宝，好而美。哎，自己觉得。中心啊，中长，是我学长。是哦。对，小万。对。我们的他的妹妹。